青春不用了吗？特别多，青春一紧张刺激，我们的片是不会先带走的。哦，好好，我懂我懂，没时间好好，来来来，我先冲，我先冲，好。哎，我看外面哦，这不是腿很低吗？有没有这边？有没有涂掉啊？我涂掉，涂掉，我一丢，我一丢，唔知身边人够紧张呀。低白一点，没有，因为今天时间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我们用最快速。好，记文化，好好好，阿爹，外这边，外放左边。快点啊！三次哦，好，三次决胜负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有时间哦，好，三次决胜负，好。比如说他输两次，他那一次就弃权，就是我这个人中电视，好不好？电视拿起来给大家看。来，中电视。对，32岁了，结果就你回来开会。小婉，陈建礼是哪一个？拍谁？我猜输了，是你在无掉的，这个无掉的，拍谁？无掉的，拍谁？来，无掉的，一点无掉的，你公布了，来，公布了，四位男生，男生，来，姓什么？姓陈，不姓陈，举手。男生姓陈的举手。男生姓陈的是谁？来，姓陈。肖伯奇的。肖伯奇哦，哎，这姓陈见过男生姓陈的哦。啊，第二个这是什么？来，公布，并不来。陈家俊，恭喜得主，陈家俊先生。那个一定要本人哦，我们那个脸书上面就有写了。
家俊。陈家俊是谁？陈家俊就是杜家，台湾第二吧。你的啦，你的是哦。哦，你哦。就是你。对。陈家俊嘛。你爱你来上来，你就这台电视来。你竟然不知道电视？你竟然不知道电视？你电视呢？还是你被捐出来？买这台电视几千块嘞，恁家拢看迄国际啦，日语啦，有诶无诶啊，对无？啊，这台是十块啊，几千块嘞，赶快出来！然后看阿个皮啦，我彩虾个皮啦，买啦，我已经接啦，没啦。来，我没有你客人，啊，也可以捐出来。我要开始。你买一个上网一点吗？一点哦。